我不是定制屋啊，哪里定制屋啊？对吧？我这个房子是叫他给给我造这这样子的房子，我不要他钱。哎，国家用的我地，我就要拆掉啊！哦，怎么办？我就是上水这里啊，我土地给他5条也可以啊，给他6条都可以啊。你给我26万，我不久啊，哪里26万造到怎么2间房子啊？你对吧？ 这个房子住在路中间，首先对安全造成了危险，所以这个房子要拆的。但第二的房子拆的时候要合理的补偿，能保证他最基本的生活，能把房子重新盖起来，要合理一点。政府要考虑老百姓的利益的。